to my phone. Send it to my phone. You already. 哎，你谁啊你？你怎么在我家？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报警啊你！我忘记跟你说了，现在我弟过来，我后面要出差2个月，我弟就暂时先住咱们这儿了，你帮我照顾一下他啊。你真徐贝贝他弟弟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叫徐一晨，你哪高考？你放心，不会碰到。对不起啊，以后你姐不在，我叫你姐了哈，你叫我姐姐哈。我叫那个江晨晨。哎呀，你是猪吗你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要叫我姐姐姐。真的是，哎，这不有了吗？啥也不会，你的脑子咋长的？拿着。哎呀，没事吧你？你怎么？没事。哎，轻点。轻点。疼。哎呀，你还是不是男的？你这就知道疼。哎，真的疼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嘛？你疼吗？天哪，完了，家里煤气好像没关，弟弟还在这。小杜，干嘛？没事吧？什么有事没事啊？家里没气了，没事吧你？你当时不开门啊？漏，我在睡觉，哪里漏了？哎，你干嘛？我家里没气了，我看你有没有事啊你？哈哈哈哈哈！别这样。哦，对，对不起啊我。再看我这个风格了。哎，我这风格。老大，你找我啊？喂，强生，你下班了没啊？还没，干嘛？有什么事啊？那个外面下雪了，我现在去。行了，你别烦我行吗？我今天晚上加班，你不管我不挂了，拜拜。还真下雨了，现在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伞呀。那个刚对不起啊，我口气不太好。哎呀，没事儿。那走吧，一会儿再去吧。你没生我气吧？没有啊，我也会生你气的。此时已，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。